为了我选举，他也必须要去被迫去放弃，被迫去放弃，被迫去放弃。那我也觉得，这是我太太对我的一种牺牲啊，一种牺牲啊，一种牺牲啊。所以我这个也只能说很谢谢他了，也很感谢大家这样子，这个他愿意为我这个去做这样的事情。那也很感谢我太太委屈了。